前段时间网上突然爆出梁静茹已经离婚的消息，原因是赵元同疑似出轨女网红，梁静茹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，两人于八月签署离婚协议，九年婚姻告终。近日有媒体拍到赵元同和一美女逛街的画面，两人撑同一把伞，牵手同行，十分亲密。购物完后，赵元同去幼儿园接儿子放学，返回林忆杰家中后就再也没有出来，疑似恋情曝光。据悉，该女子是中国台湾名媛林忆杰，也是一位离婚的单亲妈妈。除了林忆杰之外，赵元同还和另一位女子有联系，三人还曾穿着情侣装一起到新加坡旅游。照片中赵元同左拥右抱，看上去相当惬意。知情人透露，虽然梁静茹夫妇已签字离婚，二人目前还没办理完离婚手续，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赵元同还是梁静茹的丈夫。赵元同现在就迫不及待地发展新恋情，婚内出轨一事在天实锤。